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如何来调整1985年之前宾士第一代的机械喷射引擎的怠速混合比。这个怠速混合比的调整，调整是在这个位置。怠速混合比的调整跟这个地方是它的怠速转速的微调，我们来如何来调整怠速的转速跟怠速的混合比。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机械喷射不一样，就是第一代的话它是有调整出油量的螺丝孔是在外露的，那第二代的话是在底部啊。那因为1985年之前除了380的高阶车种以外，比如说以这部车子是230啊，宾士的 W123 的230，那它并没有怠速马达，那也没有，虽然引擎一样是 M102 的四缸引擎，缸体跟 W124 的230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飞油盘不一样，它是第一代的。那分界点大概在1985年的前跟后啊作为分界。那因为它没有怠速马达，那怠速马达 W124 怠速马达大概在这个位置啊，大概在这个位置。那它没有怠速马达的时候呢，我们开冷气跟关冷气的时候，它转速是会改变，它并不会提速。比如说以这部车子来讲，它目前转速是在1100左右，1140转 ，OK。那如果开冷气的时候，它就会降下来了。那因为它没有怠速马达。那我们现在示范如何来调整怠速，怠速的空气混合比。我大哥把这个转速表把它放这里。那我们各位没有转速表的时候呢，我们就，凭我们的直觉、听觉来判断它的转速是不是高还是低。比如说，我要判断这部车子的怠速混合比是不是正确，第一个动作我就把轻压，不要太用力压，轻轻的往下压，感觉到它有碰到螺丝孔了。OK， 那我们再往下压的话，它会熄火的，因为它会压动侧流板，会把侧流板往下压，但当然出油过多就熄火了。那我们现在来试着怎么样调整空气混合比。原则上我们要把空气转速调到最高点，那个就是最佳的空气混合比的点。那如果说我逆时钟好不好，是油量减怠速油量减少，我如果顺时钟的话是怠速油量增加。那我第一个动作我先来判断现在这个是不是怠速最佳点，混合比的最佳点。第一个的，我就是说轻轻的压，我感觉上已经碰到螺丝了，不要再压了，否则它会熄火。然后我退螺丝，看它转速变化，退个是一次以45度，半圈是90度，四分之一圈是90度。比如说这四分之一圈是90度，那我们一次以45度为一个单位，一次45度，或是转进45度，退45度。OK， 那我先退45度，看它转速有没有变化。OK， 我轻轻的压，我碰到螺丝孔了，我退45度看看，转速有降下来了。虽然我们表上有看到，但是我们没有表的时候，我没有听觉，感觉转速在降，已经降了。好，我们再试一次，在逆时钟退油门看看，45度为单位，转速降得更多了，而且抖动了，那就不对了。我们再转进45度。再转进45度，回到刚刚那一点。OK， 我们再确认是不是？那是不是我们在退它会降转速？我们试试看，一次以45度为单位，好退，转速降下来了。你们各位没有表的时候，我没有听知觉，一定可以感觉到它转速是改变了。我们就必须转回去45度，转回去，转速又上来了。那我们现在开始
增加油量看看，45度为单位。哦，有时候更高了，哦，那这一点更好了。然后我们再试着再近45度，顺时钟转速，事实上甚至于它不没有变化，那代表刚刚那一点才是我们要的点。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确定，来检测目前的混合比是不是最佳点。OK， 轻轻的压进去了。好，我第一个动作先退油门45度，看看转速改变是什么样情形。哦，转速更高了，没错。好，那如果再退一次45度，转速几乎没改变，用听觉啊，我们不要看表。哦，再退45度，哦，很明显转速降了。那刚刚那一点转回来，刚刚那一点是正确的。我们再检测一次，加油门加油量，近45度看看，转速没有改变，那我们就应该退回来了。啊，再退45度，哦，那这一点就是最正确的。也就是说，正确点的时候呢，如果我退个45度，转速降下来，那刚刚那一点是正确的。那如果刚刚那一点，我如果进个45度，啊，顺时钟进45度，转速没改变，那刚刚那点也是正确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寻求最高转速最高点，啊，那我们现在来示范如何调整。我们来示范如何调整这个第一代230的 W23230 的机械喷射的它这个转速怠速准额比怠速控制在转速怠速控制在这里。大哥把这个表好把它弄立起来。 OK， 我们现在转速大概在1200转左右。好，那大哥呢现在转，我要调整转速了。如果 W124 是不可能会有这个功能，因为它有怠速马达。那我如果往这方向转，转速是不是降低的？啊，往这方向转啊，逆时钟转速是增加。OK， 那我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动作，我们先把怠速混合比先调出来以后呢，我们再来调转速。因为你怠速混合比没有调出来，你调转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到时候你怠速混合比调出来，转速又改变了。OK， 那我希望把它调在1100转左右。哦，现在目前是1200转。那我要调到1100转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应该要，顺时钟转。我们再，我大哥顺时钟转1/4看看。哦，转速降下来了。哦，然后再转1/4呢？哦，更低了。哦，再来，我再转。在顺时钟再转 ，OK， 哦，1100转啊，哦，我大概哦1090转，我到我就做顺时钟，哦，我们这样看，我顺时钟转1/4圈，哦，转速上来了。我如果在顺时钟再转呢，我转速更高了，我就开始调。那我们可以配合车子里面的转速表去调整。啊，如果没有开冷气的时候，应该在1100转左右，啊，因为它开冷气它会转速会降，因为它没有怠速功能。OK， 那目前我们看到转速是在1100转左右，啊，那因为冷气没开，啊，大哥去开冷气看转速会掉多少。OK， 大哥开冷气了。OK， 我们开冷气以后，我们来看看它的转速表。现在哦，860。OK， 哦，850。对，也就是说开冷气的时候，它第一代机身大哥今天是在850转左右，因为我们入档的时候它也没办法帮你提速了，所以说我们会比800转稍微高一点。哦，会比800转，比如说我们以这边来讲。它在它的吸油值是以800转的时候啊做标准的啊，所以说
整个调整啊，大概是这个情形。那如果 W124 1985年以后嘛，那它有怠速马达，我们就没有机会来调整了，因为它是用电脑透过怠速马达来自动微调。OK， 好，那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啊，拜拜。It's physical, it's magical, I can't deny. Consequences, in all honesty, you know, I had to try. Oh, I fell in.